欢迎收看开箱不卡卡。今天我们要来进行六月份的刮刮乐，那我们要来刮的就是这一张刮刮金乐透。它是在6月18号推出的一款刮刮乐，中奖几率大概是 31.6%。 好的，那在开始刮之前呢，也稍微跟大家回顾一下，我们上一集中了1000块，所以终于有拉近我们的累积中奖金额跟累积花费金额。我们的累计中奖金额呢是1700元，累计的花费金额是2600元，那目前有900元的差距，所以希望我们今天好不好，这一款刮刮金乐透可以让我们再继续把这个距离拉近。好的，那这一款刮刮乐呢是200元的，那我们就准备来开始咯。差点忘了说，我们这次选中的号码是1号跟17号，那一样是随机获得的一个号码。好，那我们就先从1号来开始啦。哇，好像比较少刮1号刮刮乐的感觉。那这一款呢，就是您的号码来对上面的这个区域。哦，第一个就有欸，25。那我们至少要对中3码才会回本。27没有。7号没有。哎呦，哇，怎么第一个有中，然后就39没有，10，48也没有，哎呀你，5号，哇，怎么感觉我们的1号目前看起来好像有一种杠龟 feel， 18也没有，哇，刮到这个代码 F， 那感觉就是没有。38号 ，no no， 45有一个，但我们刮到 F 哎，不太妙。8号 ，OK， 那应该就是刮完了啦，我们来把它整个刮干净来试试看。哦，如果是2个加一个特别号也有中欸，但我们好像没有。哇，我还以为这一款刮刮乐是可以刮很久的。哦哦，有欸，这里是41号欸。哦，所以 F 是FIV 是500块的意思，哇，哇夸张！哇，我们最近的刮刮乐的运气有点夸张哎，因为我们买2张400元，那这一张就中500，所以代表我们今天一定是回本。好，哇，真的夸张！我刚刚真的以为 F 是说我没有中的意思。就没想到有一个特别号在这边中的是500，可以。那我们接下来来换我们17号来试试看，看能不能把我们的中奖金额再往上堆加一点。好，我们这个大鼓相听背后的17号，那我们一样，第一个是3号没有，34没有。哇，刚刚真的是失望的太快，是不是？哇，看到一，那这次感觉真的是不妙啊！看到一，感觉这张好像会杠龟哦。48有一个，还是13没有，40没有，24号没有。12也没有，38有，26没有，17哎，跟我们的这个选号一样。哇，好啦，那这张真的就没有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给它刮干净。啊，刚说到一半，我以为这一款应该也是可以玩很久的那种刮刮乐，没想到还蛮快就会刮完的。好，
Solana 这张没中的代码是 TI 跟 E，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。哇，欸，不过还行欸。还行耶，因为我们两张刮刮乐有中一张，而且中的是500元哦，所以今天好不好运气？目前刮刮乐已经连续两期，连续两个月，我们是正的，就是有多赚钱，除了回本之外，还有多刮中钱，所以觉得哎呦，最近刮刮乐好像可以哟。好的，那我们最新一期呢，累计的花费金额就往上加400元，来到3000元。那我们累计中奖金额往上加500元，来到2200元。那我们又再度缩短了100元的差距。那虽然还有800元，不过我们后面还有好几个月，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还不错的结果咯。好的，那以上就是今天六月份的刮刮乐，希望大家看得开心，然后也可以获得一点好运咯。好的，那我们就下个月7月份的刮刮乐再见啦，拜拜。好夸张哦，真的没想到可以连续两个月回本耶，我不知道这应该是我们实施刮刮乐企划有史以来第一次哦，连续两个月都可以超过回本，那就希望好不好，我们下一次可以连3拉3。